还是28公里的？没有吧？我怎么记得快到了？没有吧？我记错了吗？对啊，你记错了。我有查过地图，要加码都要去宜兰的。他应该是要加码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能你们走的路线不太一样啊。走路线不太一样，对啊。有一次我们不是要去找你吃牛肉面，然后下大雨，我们被困在桥下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次他那时候他有牛肉面的吗？还没有吧？有，那时候是什么海鲜面？哦，海鲜面哦。那次出门已经很晚了，出门已经五六点了。我想说，好啊，去那边骑到自己那边去吃个晚餐，然后下大雨，对，回来，然后下大雨，我被困在桥下，然后魏宇娟事后说一句啊，那今天就取消吧，我的。那个只是意外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是意外啊。对啊。我们那个原本是在新店上一趟，然后开开就开到阿朗医院。原来你们便当是这样子卖的哦。啊！我不小心帮你放多放一只鸡腿了，那我要加个30块这样。
这条对不对？但我们还是走了，因为这条呢，它写禁止一类大客车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永安社区那边进去了。对啊。哦，对啊，那边26公里有到。你原本是想走这一条吗？对啊。来一条，来一条，然后你下就可以到前岛。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哦、喔，那很像鳄鱼的是哪里？你说大陆的千岛湖吗？不是啦，这里就是它这里，之前我要来就是它这里一个湖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岛啊，其实不是很多岛，然后很像一只鳄鱼拍。哦，对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